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就怎么上去？哪个？我帮你扶住啊。我帮你扶住，你上去。我帮你扶住。对呀，我帮你扶住，我安全一点，我帮你扶住，我怕你等下松手，要上去打跤啊。哎呀！哎呀，哎呀，我松手了不？哎呦，咬！你松不松手，我都没安全感了。要不然我们叫老回上去吧。啊？我们叫老回上去。老回上去，等下这里变敞篷了。哎呀，快起来！嗨，丢枪给我。OK。我上来扫一下卫生。哎，睡着啦！哎呦，你睡着啦？是啊，要上来吧，不要爬了，那么高。我就爬到这里了。那我也拿不到啊。你在哪？我在这啊。等一下，丢穿了。没事。你在家里吗？哎呦，拿那么多，那么多啊！我在上面，你不是说要在上面，拿多一点给你。我在上面了，你不用理我了。那我拿楼梯走了。啊，明年这个时候过来接我下去就可以了。哎呦，哪里还不下来？啊？不用下来了。哇，你比我还狠。打跤，哎呦，这个天气好才能打这个跤啊，天气不好，打了没用，不沾。你看这种地方，有颠的地方都要打。哎呦，这是我们周总交代的，周董事，哎，打好啊！哎呦，我们周董事交代的，必须要打跤。哎呦！全部四周围给它打封密封去。到了，嘟嘟，到了，嘟。哦，又碰到了，你看。哎呦，碰到那个伤口，哎呦，好疼痛哦！再碰一下哦，碰多一点哦，我都下不去了。你看我下去啊！接不住的吧，你悠着点啊！哎呀，哎呦，我跳下来吧。不是，这个边是软的，我又不能碰这里，要不我跳下去？跳，真的嘞。你不去哪边碰我，等等我趁到了的。哦，在哪边冲？来，来个啊啊啊！来呀，来等等。快点嘞，磨蹭蹭的。不是，我这里打有胶，我这里又不能扶。可以了哦。
哎，我脚不够长。嘿，嘿，来了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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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，怎么差这一点点啊？谁叫你小时候不多吃一点？啊？我怎么下？问题是，你这身下不了啊。还是反过来下。反过来呗。反过来更不够长。走。试一下。嘿。这个边把我的脚给搞短了。哎，到没有？没碰到。你行不行？啊、你把我不好。你踩的啥？不然我倒了，我会摔跤，腰断。这个被他们踩坏了，你看，这个墙也要废掉了，这个墙。哎呦，好浪费哦，好可惜哦。哇、哦，哈哈，这怎么进去啊？进不去啊！哦，这是。哎呦，这个等一下，干了就打不开。哦，谁家的有要不要、哦？要不要的哦？有没有这种工程？对，有没有这种工程啊、哦？哎呦，我靠！好了，天也黑了，我们那个先收工回去先了啊、哦。对，回去吃饭了。好的，天天炒辣椒。嗯，就吃这一个月就懂了。吃那萝卜干哦、嗯。你看阿欢长胖了，哎呀，吃这么好。确实是哦。嗯，好，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